新手游，这有点像是代码的手游吧，蛮有意思的，类似很简单。我刚刚放置挂机，我就进来了。那这样就是金币的取得方法啦，来战斗教学的部分。哇，所以它是用这种东西组成的一个手游诶。啊，这个就攻略教学的部分哈，那你就可以对你的英雄呢做一个启动，那就可以做下一关了。那边就可以教你升级。应该顶级挂机奖，这应该是挂机奖。升级教学、战斗教学都讲了。再玩一下。OK，对这类型有兴趣的玩家，可以参考一下了。升级加血，还可以，有没有很简单？你们看，很像目前没有绑定的样子哦。苹果是不是还没出啊？音节教学。